double kill. Hey 呀好，我是你的朋友商恩，今天我们是艾罗打野。艾罗这英雄呢长得帅气，技能组呢好像看起来很秀，可是呢一直都没什么人玩。最主要原因呢是他难度偏高，有些人觉得哎呀他怎么那么脆皮，很容易死，打人又不痛，所以呢他很少玩家喜欢玩他。但是呢其实如果你知道小技巧的话，艾罗呢还是可以玩得很好很秀的，虽然呢他不是目前的强势英雄。该怎么玩呢？看完你就会了。首先呢，如果你喜欢影片并且还没订阅的话，欢迎订阅打开铃铛，这样不会错过更新的影片通知。右上角是我们的出装 LE， 右下角是我们的核心魔纹。魔纹的部分呢基本上是带全攻击，而 LE 部分呢中间可以带刺杀也可以带精灵。我的小号呢有精灵就带精灵，有刺杀就带刺杀。大部分时候呢我们的输出都不来自我们的普攻哦，而是我们的技能，所以呢我觉得猛攻会更好一点。当然如果你没有猛攻呢，要带暴怒也是可以的。而出装的部分呢，狂暴这手非常核心哦，我们很需要那一件。那艾罗与被动的关系呢，点满五成的时候会变得比较脆皮，但同一时间呢，艾罗的技能跟普攻对英雄吸血吸很多，所以呢我们只要撑住不被秒杀就可以恢复很多的生命。当然了，兽魂剑跟破针是我们的主要输出来源，而后期的全能武器呢可以增加我们的每秒输出跟一些蓄战力。弗兰迪放的蓝呢，再来这个蓝交给我们的图文。基本上呢，艾罗是一个不耗魔的英雄，都可以叫队友呢自取蓝 buff。那于新版更新的方式呢，建议大家把设定轮盘改成手指位置，这样子滑起来更顺一点了。每次更新完呢，我们设定都跑掉，官方应该把它存起来才对。抓敌方捞单二技能。我们的二技能有八体哦，躲过美娜的控制，然后一技能把它定住，顺利把它带走。这边获得手刹，手刹很赚，所以呢，大家玩辅助，别以为辅助呢就可以乱来，为所欲为。送头的话呢，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把握这一点。也顺便逼出了敌方射手的瞬移。那这边基本上呢是可以一起吃兵的，快速吃掉，然后一起去支援。你打架的时候呢，尽量看一看我们辅助的位置。最好呢就是中野辅联动。这场弗洛伦对于艾米丽在下路应该是没问题了，艾米丽也不好杀弗洛伦。如果他们水量都差不多满的话呢，就不用下去了，除非艾米丽有空档有失误才可以尝试去抓他，否则的话呢我们尽量靠近我们的辅助中路比较好一点。美娜照一照，敌方赵云刚抽完蓝，那我们看我们可以来吃个魔龙，把中路带进去哦。那敌方一梗死就要被守中路兵，魔龙被敌方拉了出来。那这边敌方跪在塔下呢，也打不出什么东西了，应该全体靠过来，快速把魔龙秒掉才对。队友应该早点过来哦，这边风险已经非常的大了。那举例呢，如果你是我们的中路，我们的射手，刚刚敌方都跪在塔下呢，我们是打不死敌方的，所以呢继续耗也没什么意义，打不如来呢帮队友快速把魔龙吃掉，这边就不要跳过去被赵云打了。好可惜这一波我们队友呢再次分得很散了，应该再靠近一点才对，火力才能够集中。但是呢目前来说我们还是有点小赚的，有龙有一血，至少本身的发育还不错。这个版本呢也就是射手打野，持续性的高伤害，不然呢就是秒杀型的刺客打野，像是纳克罗斯、克里纳卡。而艾罗的话呢瞬间爆发没那么高，取而代之的是呢我们有更多的控制，还有一点小小的蓄战力。会说小小蓄战力呢，主要是我们单挑的时候确实很蓄战，可是如果被激活呢，这个蓄战力不足一谈。
我们中路的刚已经残血了，已经回家补血了。那当然，他也吃了我们的蓝 buff。那这些队友呢，可能可以过来帮忙蹲一蹲，不要露脸露出来，让敌方知道我们在呢。好可惜呢，这边我们射手又残血了，那样打架应该是打不赢的。自己暂时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，就试试看运气，敌方会不会失误。OK， 他们是辅助，上路有三个英雄，稍微等等，你们队友回来。那这些队友可能可以靠过来哦，发个信号，我们能够一起抓一梗四。可惜没人过来这边，但是一梗四总会过来的。OK， 最后有带走一梗四，但同时我们上路两个队友呢都挂掉了，有点可惜。队友们呢应该是知道我在那边才对哦，毕竟我们已经发出了信号。留着这个艾米丽，艾米丽大跳呢我们不怕她，毕竟我们等级比较高，我们是打野嘛。带走艾米丽之后赶紧逃脱，一剑马上冷却好了，我们先用二技把她缓速住，再用一技过墙。好可惜的，这边竟然被他冲了出来。我们应该再往下路墙壁贴一点了，那样子他就冲不出来，我们就能够烧死一次。那先把关键的红 buff、蓝 buff 还有古龙吃掉，能吃魔龙吃魔龙，并且能找机会去抓敌方捞单。OK， 敌方辅助在这，那他们的射手捞单了，带走，这波干得漂亮。强调这个蓝红 buff 才对，队友要小心一点哦，毕竟敌方还是有噪音的。我们来推一个上塔，他到击飞敌方了没呢？不小心被嘲讽到哦，我们先上去带走没呢？追赵云，击飞，伤害差一点点。再推掉一座塔，有推塔就赚哦。玩打野呢，最基本的是自己不能死哦。接着呢，就是一直的带风箱，能推塔推塔，能抓人就抓人。同时间呢，也不可以忘记自己的发育。把敌方蓝反掉。OK。这边注意敌方。那把敌方过来这个峡口哦，然后大招跳敌方的后排输出。既同时抓住敌方的射手跟法师呢，理论上他们已经没有后排输出了。但他们的前排实在太凶，赵云竟然把我们队友都杀光了，这一波我们自己也跑不掉了。目前战绩7-9，那除非能有很秀的画面了，不然呢，我还是比较喜欢放这种比较焦灼的实战解说，双方差距不会很大，甚至逆风。毕竟呢，大顺风场相信大家也看了很多，当然呢，顺风要自己把风箱带出来，逆风的话呢，也要想办法反打回来。分析一下目前的状况，防御塔呢双方是差不多，我个人经济还 OK 啊，但是敌方的赵云是大魔王，有点肥。我叫蓝呢，他们是可以去吃的，射手和法师都可以，法师应该会更需要蓝一点。兵线带一带，这边队友应该跟过来哦。那我们可以用自己做个右二，毕竟我们一级人是位移，二级人八体，三级人可以无敌。可是记得呢，三技能起飞的期间会被控制住。OK， 草丛里面没人，来个赵云砍他几刀。赵云会秒人没错，可是他自己也是很脆皮的，一直转线。相信我们队友啊，给点信念，把兵线压上去，被动叠起来，待会人可以消耗一下。二技能也是一个不错的消耗手段。
这时候呢就注意敌方的位置，如果有空打呢就可以大招进场。这边敌方追过来，好想把这勇杀掉，可是我们队友离我有点远，那就算了。清兵线，不停走位呢把敌方分散。OK， 二技能有八体，被抓到呢应该是二技能已经砍光了，砍的瞬间才有八体。敌方赵云也过来了，等一等我们队友们。OK， 这波抓到两只，大招没了，可是呢敌方冲台前死了个赵云，还能够再带走一个美娜，这波抓了灵环二。然后最后敌方的射手哦，他们射手叫了顺义，这波他们后排没顺义，找不到空档哦，射手法师在一起，再一次双击飞。这波呢队友就比较厉害一点了，他们挂了四个。基本上的团战就要像这样处理了，抓敌方的后排。艾乐有非常优秀的途径抓后排能力，好好利用这一点呢，才是玩到艾乐的关键。最后中路兵线也进来了，下路兵线是保险起见，撤敌方的珠宝，结束这场游戏。以上的是带来艾乐打野的三解说。艾乐这英雄呢，虽然不是目前的主流秒人英雄，比如克林纳卡，如果有同样的经济、同样的操作呢？直接把敌方秒掉了，不用在那边秀来秀去。而玩艾乐的好处呢，就是比较有观赏性吧，秀起来能够更帅，适合跟女同学一起玩。那就谢谢大家收看了，喜欢片不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打个铃铛，也可以分享给你朋友们。我是三恩，我们下部影片见了，拜拜。